戏剧节目男主角奖得奖的是吴康仁，有生之年，恭喜！康仁，我跟康仁拍三部片，有生之年导演许昭任，谢谢。然后他请我，我跟他合作了三次，那这次终于能帮他拿这个奖。好，我念一下。还没了。拿出这个女儿给我，等一下哈，康仁这一个。不好意思，好，康仁呢？谢谢评审，谢谢金钟五九，谢谢 TVBS 幕前幕后团队制作人心如姐、Nick 哥、新田姐、小四、嘉莹，照顾着有生之年的我们。谢谢编剧小杜哥、林彦如笔下动人的故事。小仲、泽西、荣荣、小豆、自由展荣，谢谢你们有在戏里的陪伴。谢谢妹姐与喜祥哥。能与你们一起演戏是最宝贵的经验，更谢谢林志儒导演的鬼才与幽默。谢谢许昭任导演的才华与温柔。不善言辞的小任是遇过最为演员着想的导演，合作了三次才在有生之年听懂他说的过生活，哎，对不起啊。下个叫谢礼。谢谢他的口头禅赞赞赞，气氛后，谢谢他赋予了高嘉悦的逞强与善良。一个演员能遇到好导演三次，是我的运气，也是我的运气。当他的演员是幸福的，我也很幸福。最重要的是余威，谢余威，谢谢他这几年的陪伴与包容，容忍了我对角色的尝试与任性。胖胖瘦瘦的很不健康，抱歉让你担心了，我会开始注意身体健康的。祝大家拍戏顺利，气氛后赞赞赞，谢谢，谢谢。